我以后会去道宗探望你的，你有空也回齐乌楼看我啊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啊？我让你走了吗？没有啊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不让你走，就不能走。 师姐说过助你一臂之力，你可要用好这道符。四个在这干什么呢？我找你们半天了，让开！干嘛？在这傻站什么呢？死人啊！把眼睛睁开！师妹小心！ 好像被人控制了。
严师，他们还有救吗？严师，我们之前遭遇异魔，您看是不是？绝非异魔，他们体内都被人打入了符印，就像上次袭击齐物楼的人一样，是活人符魁。 又是银魁东干出的好事，看来啊，得上门向他们讨教讨教。我也趁机的收拾藤磊那小子一顿。不必了，这制服的手法太熟悉了。师傅者，出自浮尸会。莫非就是浮尸会出了奸细？ 也许是受外人控制，对手太狡猾了，虚虚实实。这一次真的是狠棘手啊！杨头，我有个办法，不试试探查中弟子的精神玄域，兴许能有所发现。按理不能随意探查弟子的精神玄域。 事关危机，从权记忆。会长，由我来施术，有亲属在外护法。丁姑娘，你先去安顿好你的同门弟子。宣素，召唤所有弟子，逐一搜查，一个也不能放过。 你身上的伤，不用你管。我是服尸会会长，服尸受伤，我当然要管。这也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，大不了有危险了，我替你挡着。会长，我方才好似发现了符印来源，只是敌我未知，我不敢惊动。你要不要随我去查看一番？宣素师姐，要不要告知严大师？ 严师现在恐怕无暇顾及。要不，我和师姐一起先去探查，你就守在这儿吧。我们快走吧，会长。 拜见浮尸会新任会长，宣祖师姐。 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林动，你不配做祖父传人，还给我！他怎么了？宣素师姐，不对劲！切勿伤他！
伤没好利索吧？怎么又过来了？我若是等疗好了伤再过来，恐怕又给会长发丧了。哎，你！我这是怎么了？是福魁术。一定是那日唐雷所为。不对，是宣祖师姐。哎，宣祖师姐，你再想一想，除了那几个道宗弟子，你还对谁施过符？该不会在我身上也施符术了吧？不好，除了你们几个，符师会所有的弟子都被我施了符术。那仙女姐姐呢？她会怎么样？时辰一到，符印沁入经脉，会致人癫狂。